看一下收获，这是什么呀？鸡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广西了。这个怎么开？我们又来广西了。四人行，又来摘蕨菜。带一箱沙琪玛上来。这个是我们的口粮，今天的口粮。都拿几个？好滚嘞！都拿几个？哦，个第类的。你会走啊？开始了，开始行动了，开始行动。相隔十多天吧，我们上次来哦，距离上次来我们来的是有十天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十天。我想着现在的蕨菜应该刚刚好长的，就是该长的地方应该都长了，只是有些地方会比较短。这个地方刚刚应该被别人待过了，就是前两天待过的。没有了，不要下去。这山头好冷啊，就是因为它冷，长蕨菜好慢。别地方都那么长那么长的蕨菜，我们这边才开始来剪。嘿，开始。还没长啊？哦，下坡。这里有两根，也有。很短呢、啊。跟肥肥的，这是早的。现在是早蕨菜的时候，不是摘蕨菜的时候，要早，不能像以前那样子光摘，还不怎么长。是，现在还不怎么长呢，但是这里一批很小的都老了。没长哦，还是来早哦。你看，就这么都是这么短短的，没长。没有多少，像去年在这地方都可以搞一杯楼了，你就这里，折下这里就可以搞一杯楼了。这个要过清明节才有。我这里发现了一颗藤茶，够一摊没有？够了，我有一把。一摊肯定够了。万一没有蕨菜的情况下，我们摘藤茶也可以。哦，这个藤茶长得好，上面看是有啊。有啊。嗯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！哎，咦，这回完。快点，我被埋在了。老婆被埋了，怎么搞？老婆，我们这样挺好。田里面都是泥巴。哎呀！不要，不等他，不要，不好搞的。不要，就摘那个蕨菜算了。这太深了，那个有一个洞。这个土很松，他们这里挖了那个蕨根去做那个蕨根粑粑。哦。都搞了。那这藤条都很肥呀、啊。肥芽，嫩肥芽。哎呦，真的不好找啊，像蕨菜。还不怎么长呢，完了，进家超了，又剩我一个人这里，一进这山就放老伯归山了，又把老伯弄丢了，赶快找老伯先，什么蕨菜都不要了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哎，等我啊，等我嘞！哎，丢我一个人，下面我都快气哭了！哎呀，哎，摔一跤看到一根蕨菜，你不要说，看来要。要多摔跤，要找个方法，要找个摔跤方法来找蕨菜。你看，哎，哇，这个很漂亮。
可以哦。找到有蕨菜的地方了，又高又肥，又肥又大，看吗？嗯。看到没有？是吧？嗯。哎，这里还有，上面都有，但是太陡了。坐。又嫩又肥，又不是很长，又不是很短。你看，看这些精品，屁股后面还有一个，呆吧。嗯，还有一个，上面还有一个。听这个声音，怎么样？叭叭叭响，好过瘾呢。这边的蕨菜还可以，你看，摘一下就这么多了。来，来。哇，这么多。嗯。哎呀，我就这里摘到得这么多。这里没人走，嗯，走走走走，我们两个走这条路，看这里有，哇塞，啊这里有，看一下收获，看我跟长哥两个人的收获，有一倍喽，啊，再过几天来就不止一倍喽，我跟你说，再过几天就一人带一个倍喽。我要说。不能摘到手软，到最后还是手有点软了。你看，漂亮吗？烂掉了，你看蕨菜都。嗯。太烫了，搞得。嫩呐、啊，都好嫩了，我不是乱摘了，有些太深了。嗯，现在要背上去，边上去边找吧。你背呀、啊，我喝点，我肚子饿了。这点东西，你看带起来，带过来的沙琪嘛。现在换这个袋子装沙琪了，他们两个不知道哪里去了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已经到路上了、嗯、肚子饿了，吃一点就有力气了，要不然我没力气爬山了。我那个袋子呢？我还有个袋子，你背上山了、啊？我背上山了，我那个袋子，你拿，还有一点等他。这么多大金马，你们还没吃完？嗯、你拿一箱你就吃完啊？一箱啊？大金马？那，就软浆浆啊？软浆，那没有卖，没有软浆的，那大金马那个。啊，张丽来，阿瑞没有一箱了，一箱。那张丽，特别好吃，这个沙琪玛。喂，龙。你来，你来啦。嘿嘿。你讲得蛮好。那对门啊，搞大。我们到家了，累晕了，满手都是伤，脸上都被刮伤了。我要把这些蕨菜挑选一下，拿来做酸的。以前腌酸的那个水呀、啊，还在那里挺好的。我就挑选一下，放上去腌就好了。一路来一路送，半路送了好几个人，好像都送了三分之一了，送走了三分之一。啊，这个好长。那你种哦就，这小把我熬木头，我吃不了当年他往下把地熬豆结吧熬木火呀，好嘛，我们快去忙成成了。刀，我们刀。我们刀。这是什么呀？蕨菜。蕨菜啊？你认得？你认得是蕨菜吗？哪认得？在山上摘的时候，好嫩哦，拿到家里来就感觉很老了。挑选一下。哦，什么都要说啊！拿来酸还是拿来干呢、啊？纠结当中。嗯，拿来炒新鲜的。新鲜的也多留点吧。就喊新鲜的，来新鲜的。拿来做，你们不是喜欢吃酸的吗？你就拿来做酸的。